在开始辅助市城市权，原请黑色。在适当的比例的环境舒服的情况，凭坚持有钱，跟医疗队也来请黑读书说。成为呢惠民、便民的皮尤艰苦为主的这个医疗机构，为促进我村民族团结、建立和谐社会和增进高民族的团结和健康，分享我们自己的呢一份力量。衷心希望各位领导、嘉宾。